屏东县屏北高中利用下课的时间，同上要服务好长三年生的学生嘅，开业监听辅导班。结果今年总共有五个人通过嘅全国监听，成功拿到非遗亚级艺术史嘅证照，成绩这么大嘅。吸取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贴一点利息给你，然后我换了什么？现金。参加会计师傅执行业绩监听，唔单止学科爱前途，思考方面也爱对会计咨询软体嘅操作爱熟熟。故说学生喺台集训期间，除了加强练习以外，也承受会过大嘅压力。还要顾就是平常的课业那些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压力还蛮大的，但是过了之后就觉得，就那一段时间没有浪费。然后一开始其实还蛮不适应，然后后来就。每个礼拜就两天就留在学校，然后就是一直练习，有点想要放弃，可是后来看到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自己也想要努力撑下去。会计师傅执行业绩监听的内容包含部分总结会计学的单元，可以讲是上官权最难取得的技术师证照。屏北高中上一夫妇学长三年级的学生的利用寒暑假同暗补头加强培训，结果十四个人当中有五个人通过监听。在学校晚上留下来的时候上的东西，如果他回去不复习的话，他可能下一次来的时候他又就会把他忘记，所以他要花比别人要多很多的时间这样子。他利用课后时间，还有夜间的时间，以及周六日的时间呢，来指导我们的学生。高中林芬策表示，考到会计师傅执行业绩证照，也唔单止系学生嘅自我能力嘅肯定，下辈还做得起的是第二种具有真实嘅资格，还有一技之长嘅学生嘅，有过多年嘅升学管道。下届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